开始。好，关。搁那外头下哪个？你自己吹就完了。哟，这腰不轻，这腰啊。这可都一个面吃来的。多沉嘛！前身的脚。给恁拉吗？啊？给恁拉马了？拉马了？嗯，走吧。我听着声音不一样。三点了。你46，你搁那外头都50了，你踩到搁那外头高了。好了吗？这刀片吗？我去，我踩嘞！还是这里是吧？嗯。腿啥的，这旁边不用看，没事儿。好了，你不用看，这个不会出问题。现在就是镜子桌面板凳这地上呢，镜子跟干烂跟玩儿一样的。先，对，我听着不对劲。哦，没事儿。先看看镜子，也看看那刀片。都到摄像头里边，所以都看不见了。我听着镜子咣啷，你知道不？大镜都没拉，哦，没拉，没拉，没看着，啊，没拉，这个，没拉，哦，没拉，没拉，这没镜子没拉，这后头没子儿。你抓着我的货黑摔，你就放了，你也不能拿着我的货黑摔，没事。哎，这啊，没问题，我喝的小子，你放心。这都没事儿，主要是大件儿，小件儿可以摆放的位置的事儿，老婆，我说，桌面上的不坏，这都没事儿，这都不懂事，看见那个木就摔烂了，木那边不会烂，木就摔烂，那边也不会烂，那边有板凳，我给你找回去，反正最起码得80%嘞，没问题，来啊。Yeah.